抓到人都没办法挂。可是现版本就是要用天灾钩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天灾钩有时候位置升太烂，就真的很痛苦。哎、欸，我的毁灭怎么每次都长在人类出生点附近啦？我觉得好像有人在碰我的毁灭。没有人修。有人在楼上，那台也有人。哦，平稳，但我不追了，我去追另外一边。哎，这台。有大跑呢，这个人。这个人还会去修哦，因为你看我现在发电机气场变黄的，代表有人偷摸。偷摸我的发电机是不是？里面直接传送，开扁。哎呦！这个人板子下的好利索啊！怎么又有人会去偷摸我发电机呀？好了，不要再摸了，真的。OK，你接着摸没关系，哎，全部都给你看光光。抓到，哈哈！哎呦，我的毁灭没了！No！哎，算了，没关系啦，他已经为我奋战很久了。对，刚刚有人呢。哦，他拿录影带，可以扁他。不要跑，雷贝卡，过来让我狠狠的给你一掌。OK，板子浪费。哦，我总觉得贞子好像不像4.6呢。哎呦！哎，那隐形的时候走比较慢。这个人蛮厉害的哦。他们的那个板子都喷超多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在削他们板子，他们家后期会很难玩。然后这边先踹一下，让了如指掌发挥作用。哎，有人救了！
哇，你在旁边直接救，你是想害死他是不是啊，朋友？OK， 这个队友直接把他害死。因为他们板都一直狂下啊，这个刚好真的倒霉耶，连续三次都是他，他都刚好被逼到一个很烂的位置被抓到，墙板都被队友下光光了。笑死！我们用燎炉执掌看一下。没有一台 ，no。这边都踹一下。这塔有点多呢。哎，那塔有人修，我看到了。我直接三挂赶走人，是不是？那肯定啊。这个比较好扁一点啊，肯定先扁这个的啊。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他是有分钟加速吗？哎，狠狠的撤出来！这里的板都被你的朋友下光光了，问问你的队友吧。哎，他怎么又一台？前人玩板，后人玩命。直接这边也踹一下，看一下会不会有人修的。他还在那边补血呢，他们可能还在这附近。没打。欸，不是，他们真的都见板就下呢。哇，这个人也是远远看到就直接跑了，没有再给你留着的。这个要还录影带，他可能进度蛮高的，这边看能不能先扁他上个两层。哇，还是没有上到两层呢。找到，哎，那边有人去修，还行啦，燎炉执掌还是有发挥作用啦，就是可能稍微要每一台都要踹一下。哎，我怎么按到左键？这个人过去应该直接救人。哎，他们怎么都没有人叠到满啊，好奇怪哦。
他们怎么都没有人乘数跌到板可以斩啊？我想斩一个都斩不到哎、欸，怎么每个都还路一带还这么积极？哦，繁冲加速。OK， 抓到，骗到了，心理战。如果能够再捡一个就更好啦，可是现阶段的话再捡一个有点不太现实，因为他们都会分散开来。这边先把这些发电机都上了炉子长的状态，好像听到这里有哀嚎声啦，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。可恶，没打到。哦，360不错哦。他明明就一直拿录影带被我打到，为什么他可以一直都没有？怎么他们可以一直都没有不用被斩？好奇怪！我不信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！我已经打他两次录影带了哎。道理讲应该要叠四层了，这个人的层数难道很低就可以拿录影带吗 ？OK， 这边5%加速狂暴上来，刚好追到。还好这边带的是红配呢，让他们的那个。环录影带的位置是最远的，然后再配上燎炉之掌，就是看气场。有一个好像直接趴下来用那个大逆转怎么样欸？你看这台有人摸，欸，两台都有人摸呢，证明这两个人都在附近欸。第三次录影带咯，我就不信这样下去他不能斩。有了，可以斩了。哎呦，哎呦。抓到喽，哈哈！应该说打残局的时候才有用，就是残局以外的局面的话，燎炉之掌还是偏比较没什么用。算了，直接斩吧。最后那个感觉没有要出来救他了，就这边只能拼一个50/50。安娜刘子瑜，晚上好啊。嗯，应该是被他找到了，我已经绕了半张地图了。啊，他找到了，过来。
没有，非常浪费时间啦。要找也是找得到啦，只是就会找很久而已。